这是电费单。就因为我们浪费能源，这北极熊最多站在那个冰的湖上。哇！可以来动啊！你带去练去。先用这个垫下来。你去看恁查某囝练了安怎？Nancy 啊，也是刚刚接触这个行业，你们年轻人的机会就多多交流。你看副总喜欢你到要把女人介绍给你认识。每周一至周五晚上八点，最都会时尚的好戏，女力报道。Girls Power。